日前，比亚迪腾势销售事业部总经理赵长江表示，腾势高端 NPV D9 已经在泰国车展展示，人气特别高，接下来会在香港和澳门地区、欧洲等，销售价格60到100万人民币。此次在泰国亮相的车型仅有于纯电一种版本车型，而国内市场则提供迪亚马超级混动和于纯电两种动力共7个车型版本，官方指导价格为32.98到46.98万。相比之下，国内售价仅为海外售价的1/2，由此也证明自主品牌以高品质、高配置、高性能等特点看齐并超越海外品牌。